黑巧克力、白巧克力，不少大小朋友解馋的最佳零食，如今也面临涨价压力。六七年级生再熟悉不过的甜食，背后的制造商宏雅食品率先开出第一枪，宣布旗下商品七七乳加巧克力将调涨约20%，一袋的巧菲斯也调涨10%。宏雅强调，从包材、油、蛋、面粉等原物料全面上涨压力下，才会无奈选择调涨部分产品价格，就连团膳业者也撑不住了。学校团膳的业者现在经营上都面临很大的困难哦。当然，因为疫情造成整个原物料的一个上涨，再加上近期的乌俄战争的影响，所以其实在我们所常使用的像鸡肉、猪肉啦，涨幅都是1%到2%之间哦。团膳业者喊涨，双北学校营养午餐因此调涨1%到2%，其中高中最高餐费70元，国中小则是65块。还有租屋族同样也笑不出来，因为房租类指数年增率再创25年来新高。实际上掏钱出来缴囤房税的其实是房客啊。最近政府实施300亿的租金补贴，也在某个部分确实造成这个房租的上扬了。尽管国发会喊出下半年通膨压力渴望纾解，但无壳蜗牛不止外食成本变贵，租金也跟着上涨，只剩荷包越缩越小。三立新闻林淑贤、刘富慈台北报道。